所带来的祝福。而在这一刻呢，也要正式宣布今天的整个2014的热气球联合婚礼呢，顺利圆满的礼程。接下来呢是 party time 了。哇哦，接下来大家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点啊，既然是 party time。